乡亲们，大家过年好！我是老盘头，是一名光荣的辽宁产业工人。今儿我特别开心，啊，单位发福利了，给了一桶富红大豆油，啊，嘿嘿，哎，这还不算，还给了10000块钱年终奖金。今儿啊，过年了，孩子们都回来，我呀，就包了一家饭店，可是一分钱都不用花。你还别羡慕，如果这个饭店是你亲弟弟的，你也不用花钱。哎呀，这人都哪去了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别喊了，大伙看到我就高了呀。儿子，哎妈，大哥呀，儿子，大哥，这饭店是你开的不？对对，干啥呀？吃饭呢？饭吃完了，我是来找钱的。我钱找错了，差你多少？我给你10万，十万。不，你啥意思？你准备把我们饭店盘下来呀？我不是盘下来，大哥，我是在你这嘎刚吃过饭，然后我走的急，包落着钱丢了吗？心真大，丢10万了，我丢200块钱都住院打点滴呀。别跟我开玩笑，大哥，你看着我包没？你坐哪儿吃的饭？我在这嘎吃的饭吗？那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来来来，就放在这儿。不，咱们现在捋一下，捋一下啊。你那钱装在什么里了？一个黑色的包。那咱这样一步一步来啊。首先，我这是黑色的包不？对，挂你这儿干啥？问题解决一半了。咋就解决一半了？我包丁给你了，包里的钱呢？我确实没钱呢。哎呀妈呀，那你给我包有啥用啊？能帮我找不？你看看，真大兄弟啊，你呀别着急。你就放心吧，我咋不着急呢？10万块钱呢？你放心，我们的饭店顾客落的东西，绝对丢不了。你别说10万块钱，你就是100万，你100万能上我们家饭店吃饭？我哪有100万呢？10万块钱，这包是你的不？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10万块钱就这么容易找到了？哎呀！啥也不说了，必须得表示，对不对？10000块钱压岁钱，不是感谢费。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你拿回去，你拿着，你拿回去，你拿着，你拿回去，你拿着。如果你再让的话，我就收下了。那我就拿回来。不是，不是，哎，真的，大哥，我真没有见过你这样的，不认钱。你小瞧我，知道我是干啥的吗？辽宁产业工人。啊，在我们产业工人的眼里，你别说10000块钱，不叫钱是不？那也是钱。但是我们关键不能要啊。这我知道，就冲你这精神，我必须深深鞠一躬，表达我对辽宁产业工人的敬意。哎。不用客气，你刚才都看到了吗？你那黑包我是在吧台后面给你找到的。对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提前有人给你收起来了。谁呀？我估计是我儿子干的吧。必须给我叫出来，我当面感谢。好，儿子，出来一下。哎，爸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做着饭呢，我先把火熄了啊。不是，孩子，我还没卸。哎，哎妈呀，你看这孩子不让我卸他。哎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这后边刷着碗呢，我把水先关了啊！过来啊！不是，哎，大哥，咋回事？你儿子飞毛腿吗？从这边进，咔就从那边穿出来啊！爸，着啥味儿？哎呀，我弄明白了，你儿子变魔术的吧？啥事儿，爸？大变活人吧？你懵没？彻底懵了。别说你懵，谁第一次见的都懵。咋回事啊？跟我一样，辽宁青年产业工人啊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这一下子出来俩是咋回事啊？啊，我儿子是双胞胎啊，双胞胎。是啊，原来是双胞胎，我还以为大变活人呢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家把我吓的。那他们谁是哥哥，谁是弟弟啊？我是哥哥。不是，
这我弄明白了，就是一对亲兄兄呗。不是弟弟呢？这么事啊，咱俩刚出生的时候吧，抱混了啊啊啊，谁也没记住。嗯，然后呢，这哥俩还挺要强，都说自己是哥哥，都称呼对方是弟弟。我爸说的对。哎，不是弟弟，你那饭做怎么样了？用不用哥帮你？哥早做完了，不用了啊，弟弟。啊，我弟弟叫谁弟弟呢？臭弟弟。咋这么别扭呢？行啊，啊，我说老大那个和老大呀，哎，这位顾客把这包落在咱们饭店里了啊，你俩谁捡的？他想谢谢你们。谁捡的？哎呦，叔，真的不是我捡的。哎，弟弟，是不是你捡的？爸，真不是我，是不是我弟弟捡的呀？啥意思啊？那不是老大和老大捡的，那是谁捡的？我估计是我大儿媳妇和大儿媳妇捡的吧。哎，把你俩媳妇叫上来了。啊，那个媳妇儿出来一下。来，哎，来嘞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爸来了。哎，爸来了。哎。大哥，哎，你家节目挺好啊，给我上演连连看呢。不是那个，我儿媳妇也是双胞胎。哎，嫂子，我看这人这么眼熟呢。哎，是啊，嫂子，这个不是刚刚在咱饭店吃饭的客人吗？对对对，你好你好。这他俩这称呼也挺特别哈，跟嫂子都叫嫂子哈。那个这么回事儿，都管对方叫嫂子，显自己年轻。对对对，他们。老哥呀，你在家是不是挺费脑子？这四个你能分清楚谁是谁不？分不清啊，特别的麻烦呐。哎呀，各种办法都用遍了，对口令啊，扎红灯绳，完了改头型，完了换衣服都不好使啊。那你没试一试，直接称呼他们的本名呢？珊珊，哎，露露，搁这儿呢。小亮，您说。小杨，干啥呀？大兄弟，我得谢谢你呀、啊！困扰我们家十年的问题，你一句话就给破解了。不是我破解了，主要是你智商有点问题。孩子也这么说也可以。那个孩子，这位顾客把包落在咱们饭店了，是吧？完了被你们捡到了呢，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，爸很感动。不愧是我的好儿媳妇，谁捡的？我也没见着啊，嫂子，也不是我捡的哈、啊，嫂子。哎，真不是你吗，弟妹？不是，那不对呀、啊，那不是你捡的吗，弟妹？不是啊，那能是谁捡的呢，媳妇儿？发现我们家的特点没？发现了，乱。他也乱了，发现没发现我们家人都很诚实。那倒是那倒是，全家都拾金不昧，啥话也不说了，我必须要给你们鞠躬表达谢意。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告辞了。哎，叔，哎，那包里钱数数啊。对对对，不用，这么好的家风钱能少？哎，别说说钱这事儿必须当面数钱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孩子们让你说，来，我跟你说，大哥，这钱就根本不用数，你把孩子教育成这样，这钱我估计他一分都少不了。既然让数，让大伙也给做个见证，能少吗？两万、四万、六万、八万、十。九万，哎，没，我数错了，来，再来，这不会，你看啊，两万、四万、六万、八万，不可能丢，不可能丢，来，我看看，不可能丢啊，不可能，别抖了，大哥。那一万块钱我不说了吗？就当给你的感谢费了呗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啥，我就不耽误大家，我得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咋的？你现在走不了了。哎妈，一万不够分吗？钱在哪儿丢的，就得在哪儿找出来。孩子们过来。不是，他跟爸说实话，这钱你们谁动了？爸，我真没动。媳妇儿，你动没动？我没动。媳妇儿，是不是你拿的？我们都没碰过这包。你看看，他没动过。那谁碰过那包呢？是啊，谁？
谁碰我这包呢？大哥，那你说呢？我碰过呀。你给的我吗？但是我不可能在里头拿一万块钱呢。对，但是它里边确实少了一万块钱呢。你不认你就我浑身上下你就翻，不可能翻出来一万块钱，翻出来一万块钱我是小狗。不是，您刚才说什么翻出来怎么着？是小狗啊。那这是啥呀？大哥，那你就叫两声让大伙听听呗。哎不是，别起哄别起哄，不是，这真是我的钱呐。对，爸，现在是你的钱了。这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啊？爸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没良心的钱咱可不能收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是爸的辛苦钱。我说爸呀，你说我们知道你找的辛苦，你也不能让要人一万块钱吧？就是啊，嫂子，爸您这样可有点黑啊。不是，这是我的年终奖。对，就当是给你的年终奖了。赵哥，给我站住！大兄弟，哎，我跟你说清楚啊，哎，我这一万块钱，哎，不是你那一万块钱。对。现在是你的了。你这人怎么轴呢？刚才咱俩是不是同时进门？不对，你先进来的。你不是，完了刚才你那包黑包我是不是在吧台后边，完了我找出来亲手交到你手里。那是没错。你说就这个距离这说明啥？说明你手快呗。你拿吧，你拿吧，大哥，哎，钱我不要了，等会儿，是不是孩子们淘气拿的？哎，孩子们，救救爷爷！王爷，妈呀，就一个双胞胎啊！王爷，大哥，你家这啥意思啊？四胞胎呀？一家俩啊？没，我还没要呢，全是他们家的，全我的。那要他再要，那得多少个呀？走，爷爷问你们话。这位顾客在咱们饭店丢了一个包，谁捡的？我们。看看诚实，谢谢诚实不啊？爷爷再问你们，这包里少了一万块钱，谁拿的？不知道。怎么能？平时爷爷怎么教育你们的？诚实守信，拾金不昧。你看看，哎呀，爸真好，教一套自己做一套。好了，我跟你说，老哥，不管咋的，我得谢谢你啊。但是你不能再耽误我功夫了，这节目我不能看了，因为啥呢？我得着急送钱呐。这钱其实不是我的，是人家中国移动建基站的那些施工队的师傅们的工资。人家啊，为了早点把5G 基站建成，过年都不回家呀。你说咱不得赶紧把钱送过去啊？你想5G 要是一建成，上网速度快，覆盖面广，价格还优，速度还好，我啥也不说了，赶紧要。不行，哎，你不能让我背黑锅。不是，人家我瞧见黄鸽子洗不勤了。哎，孩子们，在找钱。哎呀，我说大哥，人家着急呀，你坚决不能走。不行，我说爸，你这盒里装啥？不对，你给我这盒不能动啊！这什么呀？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手挺快呀、啊，钱拿就拿了吧，还藏盒里了。打开！别动，盒里没有钱。这一万块钱才是。找到了吧？闭嘴！哎，大哥，我真不好意思，你看这事弄的，你看大兄弟啊，哎，这一万块钱我还给你，啊！哎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。他曾经是我的，大哥呀、啊！不管咋说，你这个心意我一定带到，我必须把你这个心意啊，给工人师傅们交代清楚，好不好？那我就走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哥，谢谢啊，整得像谢幕似的，你们在这干啥呢？啊，我那个什么，那个这顾客在咱饭店丢一万块钱。我做好事呢，给补上了，啊！这一万块钱是人家的，我还记是你的呢，我拿的。哎，不是，你拿钱干嘛呀？这不合着年底了吗？
提台车，差10万块钱。你还提台车？嗯，差10000。嗯，那车多少钱呢？正好10000呢。啥车10000呢？电动三轮车。啊，我这不是进货吗？方便点吗？啊，那这钱既然是人家的，正好我哥也替我还上了，是，那我就不着急了。别别别，哎哎哎，你别不着急，你不着急我着急。12点之前必须还给我啊！那我，会长，来把那盒给我来。别别别别别，不是你老不让我看这盒有什么秘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只要你爸活着，你们就不能看里边的东西。这肯定是咱爸的小秘密。来，把锁砸开，咱看看。来来来来，别动！关键时候还是我弟弟，我有钥匙。你，哎，老哥。咋的啊，藏私房钱了？不是、啊、你啥不是啊，你不是为啥不让人看呢？对呀、啊、肯定是私是。孩子们，当你们看到信的时候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，因为只要我在，我就不能让你们看见这封信。我和你叔叔是两个孤儿，是你爷爷一个老工人收养了我，他抚养我们长大，教会了我们生存的本领，更教会了我们诚实做人。今天是1985年的腊月29，我有幸在今天收养了你们，我要把你爷爷给我们的爱传递给你们。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你们的，也是写给我自己。我希望在60岁的时候，自己偷偷打开信看看。我相信到那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。爸，这是真的吗？哥，那你为啥把这钥匙给我呀？那时候我身体不大好，我怕万一我有个3长2短，好让你把他们抚养长大，当好他们的父亲。爸，谢谢您，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。付出真是太多了，你爸为了抚养你们呢，他终身未娶呀。二叔，我爸终身未娶，你哭啥？他不娶也不让我娶。哎，老哥哥，啥也不说了，就冲你这个境界，我必须要完成一个心愿，一定要在2020年给你介绍个老太太。哎哎哎，老太太事儿吧，咱先过去啊。啊，你赶紧给你们弟兄们发工资去吧。我不去了，我一会儿打电话把他们都招呼过来。我再出10000块钱，你给我做一顿年夜饭，咱们大家在一起过一个团圆年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爸，你把这个穿上。每年过年的时候啊，您都会穿上工作服，今年不例外，还得穿上。对对对。天哪！这工作服可有年头了，有年头了、哎、你一看，哎呀，老哥哥，咋这么多奖章呢？叔，这您不知道，这是我父亲啊得的先进工作奖章，35年得34枚。必须祝贺，同时还有点遗憾，35年得了34枚，就差一枚呀、啊！一枚都不差。第一年没奖章，给的是锦旗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老哥哥，这么好的家风，必须拍成短视频发出去啊！孩子们，来，操练起来。